女性吃鹿茸有什么好处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刘毅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。女性吃鹿茸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鹿茸呢，它本身的话是属于我们非常名贵的一个中药。那么它有几个特点，首先呢，它具有温补肾阳的一个特点。另外呢，我们如果见过鹿茸，我们都知道非常好的那个鹿茸，我们叫雪茸。那么它能够，就是它那个茸切出来的切片上面，我们还能看到这个血的痕迹，所以它还有很好的一个益肾填精的一个功效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它不但具有补阳的作用，还有补阴的作用，尤其是对肾阳和肾精的这种不足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的作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它是不限于男性和女性的，因为不仅仅男性有阳的不足，我们女性也有阳的不足。因为阴和阳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体当中都必须存在的两种精微物质，所以鹿茸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话，它的益处和它的缺点对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它的益处呢，就是具有温阳益精血的一个功效。那么它的缺点呢，就是因为它的温补的性质非常强，它助阳的效果非常好。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没有阳虚或者是本身阳热的这种病人，我们吃了之后呢，就会出现上火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在服用这个鹿茸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是小剂量，从小剂量开始吃，然后呢，也是吃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吃的相对来说时间要长，每一次的剂量都不要大。